很棒哦，祝他们永远幸福，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。大家快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好不好？哇，今天真的是喜气洋洋，幸福满意，真的很开心哦。现在更加的欣欣向荣，蓬勃发展啊。那我们可以更加的有更多的小宝贝，让我们彰化县更加的快乐。人口缩小，为鼓励适婚少年人成家立业、传宗接代，由彰化县长王惠美率领民政处长赖志富、副处长邱锦模、各户籍所主任、关键团队及管理人彰化市长林世贤。市民代表、市议会主任罗建州等一同诚心诚意为这对新人，希望我们的新人啊，能够呢正产报国。那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些这个新人啊，努力了几年还是没有消息哦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爱别有爱心的哈。我们除了一般的这个医疗之外，那另外的话，那我们让神明来加持哦，那我们想象我们不一样。而且呢，我们都希望就是说啊，有好的一个兆头，所以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先送你这个好运包，让你有这个产子来产子。另外的话，也让你能够早生贵子哦，都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吉兆哦。那我们要鼓励新人，你不见得一定要礼拜六、礼拜天当天来登记，你前三天来登记。我们一样会把你登记在你当天结婚的那个日子，所以说我们对于预约来这个登记的，以及呢在这些特殊的日子，比如说520啊，或者说七夕啦等等这种好日子，我们会加送这个好运包，让我们的这个新人们能够呢早生贵子，心想事成。对，透过这个活动，对对对，像县长所说的，要忍也要省啊，所以不是只有靠神明，我们自己要努力啊！谢谢大家。显赫的神迹啊，哈，已经远过千里啊，哈，进入就可以做思维哈，我们一上网查就知道，还是一代代的东西点点，声音响声音啊，哈，所以一点该上手机哦，看看家嘛就上机啊，你家。用户这对新人啊，感谢咱总馆长啊，对着咱少子化的问题的重视啊，所以少子化的问题已经是国安的问题了啊，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，所以咱一定爱鼓励少年朋友爱结婚，爱生愈多愈好哦，生愈多，咱相信咱政府的方面，咱工作方面来增加哦，我直接就特别鼓励啊吼，来。咱彰化市拜拜之后，这个关世菩萨的护持的加持啊，春秋啊，就是咱子孙娘娘，我你的心会当静，灵会静啊。当然，咱人啊，心静灵静啊，所做的代志，一定会真快乐，非常的愉悦啊。做事情愉悦快乐，当然就容易怀孕啊，生下宝宝哦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，不管咱本地说。蛮爱人，蛮爱心哦，然后三零一吼，蛮爱心，蛮爱人啊吼，然后三零一兄啊吼，不妨也要做一些健康。